这阿志呢就是说，没事吗？没事，还是拿过去点，反正你也关了。那重新开了。发生了什么？真的很对不起，我刚才不小心把直播间给关掉了，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就是那个关闭连麦，然后就不小心把直播间给关了。我笑惨了，你知道吗？笑惨了，在后边。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没事，你生日原谅你。我听他们说了。我不是，我去年好像也是中间有一次把直播关掉了。是吧？嗯。啊，不开心，不好。没事，不要不开心了。光灯怎么黑了？哈哈，笑死我了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许愿吧，许愿，你得放着许愿。不是，我给你拿着，你许愿。有点突然。快点，我给你拿着，你许愿。有点突然。哎呀，人都给我，人都被弹没了。好，来吧。等一下嘛，等大家进来，然后我再去。对，等一等人。真的是很抱歉。可以放在这，你手放下。啊。OK。哇，很漂亮，这个蛋糕是花朵的，和我今天做的这个丙烯画感觉挺搭的耶，这个对吧，很漂亮。啊，为什么我每一次直播我都会这样给关掉？哎，画出灭了。我笑不活了，你看见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我不敢呼吸了，我怕它灭了。哎呀，我笑死了。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。哎呀，刚才的大家都去哪里了？刚才好多人见证，然后就这样被我给，我难受啊！喝一口水压压惊吧。我等大家进来，然后我再吹蜡烛吧。八点了。哇，这花好香，你闻闻。嗯，对吧？特别好看，因为他喜欢蓝色，蓝色也很适合他。嗯，很漂亮。谢谢庄庄，这是我们好朋友买的花。哦，我真的要疯掉了。真的，我去年也是，去年正在直直播，然后因为连麦我不太会点，然后也是直接关掉了。我想说今天我一定要成功的给自己开一次直播，结果还是很正常。真棒，习惯就好。不要习惯，这个习惯不好。这个习惯不好。等一下，我拿一下这个东西。你等会儿，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。等一下，嗨，还剩一点时间，要不就是在等大家的时候给你们连个麦吧。然后给你们连个麦，说个话，好吗？还有人在吗？这样，我先把它端到旁边，然后等会儿最后的时候我们再吹蜡烛。但是他一会儿还要重新点一下，是不是？是的，可以啊。在，好，那现在我可以给大家连个麦嘛？我感觉这个环节也是必不能少的，因为我觉得，毕竟。开直播生日的话要和你们更贴近才好。有，那要不我现在就点这个连麦啊，已经有个申请了，没点错了啊。你们现在可以点这个申请连麦，然后我就可以给你们打电话，应该叫打电话吧，
只是语音就好，语音就好。嘿，看了，那我就选择第一个喽。文，文，嗯，好，我接受了。嗨，嗨，嗨嗨。啊，又是我了，哈哈！刚才看到你了，刚才是你，就是第一个，好像猜那个蒙面舞者应该是你，对吧？对，但是猜错了。嗯，没关系。佳怡姐好，没关系。文文啊，什么？没有，佳怡姐应该也知道我吧？对对对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哇，那看来是已经关注了很久了。是的，是的，是，我是你们双元的粉丝。Anyway 啊，啊，对对对啊。雨冰姐，你记得去年的时候，我其实也有跟你连麦。真的吗？嗯，因为我就是那个海外的粉丝啊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你了。啊、对, 对对对，然后对，就是一年过了，然后就是想跟你说，就是还有很多在国外的粉丝，就是一直在关注你。嗯、然后对，我们去年连了，然后去年在，今年也在，然后今年就是还有我还有。另外一个那个 Alex 的一个粉丝，我们也是回来就是帮你这个直播啊翻译啊之类的事。反正我们都还是在。然后在这对不起，我 那时候我加班了，我刚 Google 来你的直播，你生日那天。嗯，对，反正你们两个就是可以多多直播嘛。然后你们在不同，你们想尝试不同的领域，还是就是要多唱歌多上舞台啊、我们也是都是会就是继续关注你，继续支持你们的。嗯，然后继续加油。嗯，别哭了，开心了，太感动了，真的真的就是我觉得很，哎，就是经过了这么久，我觉得还有很多粉丝在等着我，我就觉得就这个事情其实我一直心里我都知道，但是就是每次一说出来我还就是会很让我激动感动一下。嗯 ，What are you the first in line？ 对对对，So for whoever who wants to speak in English, you guys can comment. I can translate for you guys. 嗯，因为这里就是有蛮多，他来帮你翻译。国外粉丝，然后如果他们就是想打什么，我就可以帮你们翻译哦。嗯，哦，反正就是想跟你们说，他们就是还在啊，然后。等一下，应该可以关注你的超话，因为就是我们国外的粉丝有几个人，就是好像，画了就是那种画了图画，还是就是生日那种庆生，也应该也会在超话里。嗯，笑死啊！有粉丝说他想嫁给你，没有嫁吧？我愿意啊。对。Yeah, so she hasn't seen the birthday project yet, but I told her to check out the super topic later on. Yeah.猜对了，很谢谢啊！对，嗯，啊，对，反正我可以做你们的临时翻译，然后你们就要出 vlog 啊，还是什么，我也是有，我也会做英翻的。嗯，好，那然后啊，就是粉丝也叫你要身体健康，要开开心心。嗯，对，一定会的。嗯，哇，这个生日祝福很好，我觉得幸亏连了这个麦。嗯，真的很好。好的，我第一眼就看到他了，因为我记得他，我也会一直记得。我也是，都真的很贴心，对，很贴心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嗯，好的 ，OK， 我走了，然后拜拜。嗯，好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谢谢，生日快乐，拜拜，拜拜。好，这个连麦我就不用关了吧？你给我，不，哦，好了，你看还得就是。还得让粉丝关，我们都怕把这个点直播关了。我真的不敢再点了，真的很谢谢大家。哦，对了，好像今天还有一个粉丝来信，给蔡斌 birthday， 我要读吗？看一下啊，这包装很好看的，哇，和我蛋糕也是一个系列的感觉。哇，应该是，哦，这应该是也是一个国外粉丝，他怕我看不懂，嗯，所以给我用了很多语言。我给你们看一下，好贴心。
好感动啊。他是用翻译器写的。来自美国纽约市的冰冰丹，希望有一天我能来到这里，然后很快在舞台上见到我。然后他对学习中文也很感兴趣，嗯，然后也想更好的了解我，不能哭，今天不能哭，很感动。我觉得真的很感谢，就是一路以来一直陪伴菜菜、支持菜菜的朋友、粉丝，因为他确实这一路走来，就是我也是陪在旁边看到了，就他的付出和努力的这些东西，所以我也知道他也很不容易，然后也特别感谢你们可以陪在他身边，然后给他力量，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，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很多机会，还有时间可以和大家见面。嗯，很幸福的时刻。我可以读一下给大家听。这个你知道自从我发现你以来我参加的每一次考试都得了100分吗？我想从现在开始我会把你当做我的幸运符，你给了我很多动力，你让我很开心，所以谢谢你，我希望我也能用这份生日信让你感到一点的快乐。我觉得我也很幸运能够拥有就是国外的便民单和国内的电冰箱。就是我很开心，其实大家可以把我当成一个正能量，可以当成一个往更好走的方向的一个动力。这点不是很开心的，我觉得大家都是互相的，就是我看到你们因为我而努力向上而变得更好，我很开心，然后我也希望你们看到我变得更好，然后你们也很努力。就是大家互相成为互相的一个能量源吧。不能煽情，不哭。没事儿。都在心里呢，都在心里了。我还是为刚才关掉直播，突然关掉直播感到很抱歉，因为可能很多粉丝就是一下突然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没了，消失了，就是不经意间。不过没关系没关系，我觉得刚才给大家一起度过的时间还是很好的。是的。然后我把蛋糕那个来吧。没了，不是没了，不是没了，就是然后现在我们开始许愿，还是像以前一样当着大家的面一起许个愿吧。哎，这个蜡烛帮我等。呼呼。啊，我觉得关上灯好更好看耶，真的很好看。哎，我是要先许愿还是先许蜡烛来着？先许愿。先许愿哦。那我开始许愿了，然后大家帮我见证一下。好，开始。好了。好了，哇，今天的这个事儿是很开心，可以和大家一起过蛋糕。希望之后每一年都可以这样开开心心的，然后和大家见面过。我还是行一刀竖一刀，行一刀竖一刀。我的鼻涕，横一刀竖一刀，就这样听。哇，这蛋糕很实在呀，感觉好好吃啊，很实在。然后它好像是就是低脂不会长胖的。我都饿了。哎，哦，是横一刀，我忘记了，忘记了，你吓我一跳。可以。
孩子好可爱呀。嗯，再细小一点吧。呵呵，他这个有点高耶。哎，小心！哇，里面有很多水果。过来，过来，直接这样吧。嗯，那第一个先给佳宇吧。哈哈。然后我再试第二款。嗯，很好吃。嗯。第二块不对，不应该给我，第二块应该给你们。但是你们吃不到，我就替你们吃了，哈哈哈哈。我帮你们尝尝看，看看好不好吃哦。看起来很不错，这个是黄桃还是芒果呀？我尝一下。嗯，芒果，芒果味的，好吃。真的挺好吃的，嗯，嗯，真的好吃，而且不甜，嗯，我不太爱吃很甜的，嗯，刚刚好，刚才说好今天是仙女，今天不能吃的，但是这块蛋糕是帮你们吃的，所以我觉得吃了也没关系，对吧？nice， 真的挺好吃的。甜品的最高评价不太甜。笑死了。对啊，因为很多甜品就是太甜了，然后很腻，所以吃一两口就吃不下去了，就不太甜的就是刚刚好，可以吃很多。嗯，其实我昨天已经跟他陪他吃过一次蛋糕了。嗯，就昨天夜里十二点的时候，佳宇已经帮我帮我点了一个生日蛋糕，然后刚但是刚好就是我的房间门没有关嘛，然后他叫我，然后我就出门，我一低头，他正在茶几跟前，然后偷偷的点蜡烛，然后被我看见了。我本来想给他一个惊喜，想着敲个门，然后十二点的时候，然后把蛋糕捧到他面前给他唱生日歌，嗯，结果他门是开的，然后我靠，这怎么办呀？那，对不起。然后我想这怎么办呀，我就赶紧点蜡烛，然后他点蜡烛的时候他已经在门口站着了。我在门口站半天，我就在站着看他，好尴尬呀。我想哎，我的小惊喜小浪漫被他给破坏了。哼，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吃的第二个蛋糕。哦，嗯，还挺好吃的。嗯，嗯，我在看他们说话，因为我现在就是我得这么看我才看得见，我现在看不见，有点光，有点亮是吧？不是，我可能近视。嗯，嗯。差不多，真的很好吃。哇，你都吃光了这么快。嗯，我必须要把它吃掉。好吃，真的给它干了，擦擦嘴巴。不是，我刚才从刚开始的治愈手工直播，然后现在变成了吃播。你们想听什么他的事情吗？我可以别，就是透露给你们。你们想问什么我可以透露。你要透露我。嗯，我没什么秘密，我没什么秘密，我也没什么囧事儿，没什么，没有像你刚才那么尴尬的事儿。啊，我就不想提刚刚关掉直播的囧事儿了。啊，那个哎呀，那个是小失误。嗯，记得看小作文。嗯，哦，我有看到。嗯，然后今天我的蛋糕也帮你们吃完了，沉浸手工连麦读信吃播，嗯，很棒，我觉得也很，嗯，也是很丰盛的一晚上。好，写的信，大家写的信我都会看的，我都会看到的，嗯。然后
这个时间也该差不多了。然后一年一度的直播大会呢，今天可能就要到这里结束了。嗯，我说这怎么还有一个金色的什么东西？但是啊，发卡遮住了。嗯，喂，爱你们，永远爱你们。一，发十比心，再来一个吧。我应该这样发十比心。哎，可以。你帮我，你再打开大一点，这样，这样吗？啊，这样对，这样吧。我感觉不太聪明的样子，我的手应该是这样的，在后面才是个爱心。啊，一个黑色光滑。啊，我今天穿黑色穿对了，跟你红色很搭。嗯。好，然后期待下次。我会在别的地方用好的作品给大家见面吧。嗯，然后今天可能真的就要到这里结束喽。虽然我也很舍不得大家。嗯，我先要就是，嗯，快点见面，争取线下见面的话会更好。嗯，拜拜，我要下播喽，拜拜，大家也要开心。然后待会儿刚才做的三样手工小礼物，然后也会联系你们发出去的。嗯，拜拜。